喂，哎，只有你，我们两个最乖。对啊，只有我们两个，其他人都消失。你练到几等啊？我现在我要90几吧，92。好扯啊、哦，好扯啊、哦！你这为什么那么高？我就一直玩呢、啊。嗨、yeah. ，小蝶，明明就 baby 66，小蝶还没进来哦。哪几位美女跟我一起直播呢？很多位哦。我想说你告诉他，我觉得刚第一句讲有点恶。他小蝶去哪了？是大头阵了。要怎么分啊？等一下谁当鬼？透一直全程当鬼啊！你就知道有多，你就知道我这个安排有多恶意。六六，走吧。好，开始叫了，已经开始叫了。两个园丁啊，两个园丁啊。好了，老出园丁，两个园丁跳声超好听。欸、你们等一下，随时发那个讯息，告诉大家在哪里哦，这样比较好找对方。我很怕，我直接就说出来了。欸，我在那个。不是小梅，你知道吗？你按右边那个对话讯息，可以在小地图。如果你在附近的话，我可以在小地图看到你。打到你啦！快跑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怎么有人马上就被抓了？阿梅，医生，医生一直被抓，我还学什么医生？老爷不要！哎呀，甩到喽！甩到了，甩到了！哦、好强哦！哎，你天赋很强的，我晕两秒。跟黄金佛跑哪去了、啊？哦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啊，你不要再追我了啦！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一定找不到椅子的啦！你一定找不到的啦！我等下去再去帮你拆椅子。你找不到，你找不到！绑起来干，绑起来干！哎、欸，其他人可不可以先去救一下他？我在忙啊。舍弃小梅好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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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救快救快救！我不重要啊，我不重要啊！我要走，我要走。哎哎哎，下来了，太猛了！哎，怎么救那么快？太扯了吧！救本来就很快哦。哎、你在我附近的话，我会看到你。好，你有点那个天赋是不是？小蝶被抓了！不要不要叫！哎、欸欸，笑屁笑！在跑啊，在跑啊！笑屁笑！啊！别害怕，姐姐在这。但是小亮完了，他要飞起来，六六六六六六，快救！走快走走走走走走！快走啊快走啊，小弟！走、啊！六他六他！哎呦，懂惨哦，懂惨！小蝶，不，他要再针对小蝶了，不要再针对我们家小蝶了，椅子，你干嘛针对小蝶？继续干他！六六怎么办？我们要回去救还是自己跑啊？自己跑还有平手哎、欸！哇、啊，他死，他居然直接飞了！完了完了，没得救了，抓三次没得救了，破吧破吧破！他被抓三次了，啊、六六快跑！绕圈圈想走，六六你不要被抓到，哥，站了三个，好傻，好傻，哇，六六六六，你不要了，救我，救不到了啦，他在那边守，我要飞走，我要飞走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六六六六六六去！哎，准抓到了！六六去开门，快点！来啊来啊，来开啊来开啊！六六快开！六六六六六快快快快快快！两秒两秒一秒一秒一秒来了！哦，抓抓抓抓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！耶！你怎么敢抓？耶！耶！你怎么敢？哦，干得了！耶！我们这场玩医院。哦、小熊太强了啊，干不了那个，很难干，那个等级比较高的。那我换，干不了，我换幸运儿好了。
园丁，园丁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就是听园丁。高级货色，干不了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我看到一个了，死了，你已经死了。Oops。为什么？不会又是我吧？你已经死了，抓到了。没，明明就没有在那边讲。对，动不动就抓到你了，吓死人！我都没有啊。走了啦，他妈楼下都没有人。哎呦，谁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小蝶。我靠！你们小蝶是小蝶，你是？你们已经死了。对，我们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全死了。没事，没事。跑啊！怎么会？快跑哦！谁啊？谁被绑住了？谁敢在我面前解锁？啊！不要！不要！啊！他没打中。这是妈妈！不要！什么声音？没有他，没有他！什么声音啊？哎，我被找到了！他还在你附近吗？六六。上了一个傀儡，他走掉了。可是我剩半条血耶！小梅救我！太幽了！哦，小梅去救了，是不是？好。待会，我破完这个。哎、欸，你去救，你去治疗他，你去治疗他。好。来，过来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躲在这什么意思？六六六六，他这次先针对六六。坏人不要！等一下，坏人不要！把这把要出来了。我看一下，你们要走一起吗？我两次了，哇，直接送去。我飞走，我可以吃麦当劳了。我右边那，我们去修右边那一台。我靠！太快了吧！我真要拆！想拆！杀去！打到你了，还敢躲？走啊！啊！观众朋友们，干小熊的时候来了！阿燕，我附近椅子应该有拆掉吧？我应该有拆掉附近椅子。哇！我跑了！好呀，好呀！拜托了，不要走，恶心死了！你给我干，小熊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各位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干死小熊！不要走，你恶心死了！你不要，你要干死！你不要走！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个队友在迷路啊？小蝶已经出去了，阿美。真的不救吗？对，快走，快走，我先走了，你救不到。我前面他放了一个那个玩偶。我刚才想说你还有一半。没有，我被关在地窖，很难救。好了，这就是第五人格啦。今天感谢你们。是的，感谢椅子、小梅、六六、小蝶。干得很爽，干得很爽，谢谢。原心得是这个吗？来，下次再一起玩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